王家驹60岁冥寿，王冠中发文悼念，在我心中的你却没有昨天过。今日是 Beyond 灵魂王家驹的60岁冥寿，离世29年的他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，好兄弟对他的情意依旧不变。王冠中阿婆今日就在社交网贴了同家驹和 Beyond 的旧照，并写上兄弟又到今日了，时间流逝快得像丢失了一样，但在我心中的你却没有昨天过，还好吗？祝你生日快乐。夏威夷8月远走他方，大老公去美国避桃花。夏威夷今日在社交网怀着不舍和无奈宣布，将会在8月告别香港，会好挂住香港和香港人。他说这次离开香港是迫于无奈，丈夫身边太多狂风浪蝶，自己已经无力争风呷草，刚刚好老公最爱的女女就快生 BB， 就趁这一次的机会去美国探亲。夏威夷还说女女在三藩市一直叫他们过去，所以就算几不舍得都要走，短期内不会再回来香港。